好，欢迎各位回到下午场的这个工作坊。那刚才因为一些那个技术上的问题，所以稍微的拖延一下。那很高兴在这边为各位介绍邵明教授。那邵明教授他我们是蛮多年的朋友了。那这个这次是也是很荣幸能够邀请他。那这个邵明教授他之前是在这个上海交通大学任教，那后来今年吧到了这个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这个邵老师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跟这个日本文学那以及现代东亚文化研究以及这个跨文化的研究跟比较。那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战时离散人193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时期在华中日作家的文化与国族认同重建。那其实邵老师除了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之外，他的其他的研究以及发表文章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个战时这个1930年到1940年代的时候的这个国家以及文化认同战争叙事、战争修辞这方面的研究。那其实邵老师在这个在科技大学的时候有教两门课，这学期教了两门课就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以及文学里的人文精神。那其实今天的一个 talk 其实就是延续了大概也是从那个其中一门课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的这样一个议题发展出来。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已经这个浪费很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多说，我们欢迎邵明教授。刚刚那个慧敏介绍的，我这个其实今天的题目呢是自己思考了很久，那么简单的做一个背景介绍。我是台湾人，但是离开台湾15年了，然后在离开台湾15年之前，在台湾就住了15年，但是之前还有一次是跳伞，对不对？ Anyway， 我个人一直是处于一个跨文化跨界的状态。刚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跟郑老师在讲说，我现在非常讨厌到李家家地区。因为我是平均是在每2到3年必须要搬家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做成学生，现在好像是做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助理教授，就是总是要到一家家具去购买家具，但是每到三年换了一次之后，发现一家家具就有 catalog 类型，所以到最后永远是购买同样产品、同样设计的 design。但想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这个人，我觉得做研究要跟这个生活紧紧的。这个相关，所以呢，先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离开了台湾15年的一个问题，就刚刚好像昨天前天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后面就一直提醒我说，你一定要带好护照，带好护照，这次的这个一些机票保障什么。就我昨天晚上整理，我突然想到说，哎，我忘了跟你说，请问你要我哪一本护照？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我是拥有美国护照，我也拥有台湾护照。但是呢，我之前在上海交大教书，所以我在大陆生活跟工作的时候用的必须是台胞证。但是我最近又acquired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香港居民证。那么这个香港居民证有趣到说，我有一天我办好香港居民证之后，我还是乖乖的跑到这个它叫做访港旅客，就是 visitor 的这个 line，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位小姐就用很诧异的眼神我说：“小姐，你现在已经是香港居民，为什么要办这个 line？” 我就说。我说不是，我是外国人啊。他说 no， 你就是香港居民。然后呢，我又乖乖地跑到另外一个 line，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现在在香港，我出入境我甚至不用受任何的护照，我只要用一张卡插进去，3秒钟门打开，再到下一个门按一个手纹，3秒钟，我大概6到10秒钟之内我就可以出关了，我也就可以入关了。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香港政府、特区政府非常便捷香港居民的一个措施，但是其实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认同的混乱，因为我突然一下子不用护照出入关，我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但是其实这应该是只
得高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除了三个身份、三本护照或三个旅游的文件之外，我又多了一个香港居民证，这是非常的经验。那么这是就是其实用这个很简单轻松的例子来表达说，其实我相信可能在场有很多与会，今天有各个世界来的，然后各个不同可能两岸三地各个很多很多地方来的学者或者专家们，可能我们在会后可以再分享更多这种有趣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说，身为一个学者，因为我不停的在跨界跟跨文化，所以我一直同样产生一个焦虑感，是我每次在学术会议上我要报告什么主题，往往是变成一个很困惑的事情。比如说我在香港，我前阵子在历史博物馆给了一个 talk， 那我讲的是台湾的身份认同，但是是从台湾流行文化的这个议题来出发。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我会到中小学去做一个算是支教的一个活动嘛，就是到中小学去，然后跟他们当地日本小孩子来谈你的母国文化。但是因为我很尴尬的是，我又具有台湾人跟美国人的这个身份，结果后来我参加那个 NGO 团体，他们就说：“邵老师，很不好意思，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老师太多了，你就讲美国吧。”所以我就突然一下被人家决定说，你就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代表，就今天到中小学去向日本人介绍美国文化。所以我在日本就这样子教了美国文化，在中小学可以教了大概2年的一个经验。那么在中国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哎，邵老师你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啊，那你怎么更像一个伊斯兰？那你讲讲华裔文学和文化。所以我就很无奈的，有时候在上课必须讲很多华裔文学和文化。那么今天在台湾跟大家又讲到更奇怪的题目，是外国人。那这就是我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个例子呢，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说，我到不同的地方往往被给予不同的标签。比如说在台湾坐计程车的时候，台北市还好，大概上一次比如去台中的时候，人家都用台语跟你讲，我这个台北长大的这个可怜的外省小孩子，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休息台语，所以后来就讲不出来。那么人家听我这个好像字正腔圆的国语，就说他要不是说你是大陆妹，就说你是 ABC， 那这个我就算了。那么在美国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你是 Chinese American， 那偶尔他如果他听说你是台湾来的，他就说啊 you're a fog， 就是 FOB， 就所谓是 fresh off the boat， 其实是在60-70年代其实是用来嘲笑或者是有点贬义的，就是指出可能越南的难民他们刚下了船到了美国，就是新移民的一个意思。但是现在是常常被这个华裔他们这个或者是亚裔这个族群来用来指称刚到美国的这个新移民的亚洲的这个群体。在中国呢，人家是非常严正的，就是说啊，你要不是你，如果你是 ABC， 但是你呢其实就是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背后他的这个台湾人是要加个括弧的，你是台湾人，但是你已经是中国人。到日本就很有趣，日本人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台湾人，但是这个台湾人就等于是非中国人。那在香港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只到了4个月，所以我想未来在香港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是怎么样还值得推敲。那么就是用这三个很简单的例子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的一个切入啊，就是说我想也在场问问各位这个听众，就是说你们认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做个比较互动式的一个讨论，或者是有没有想要分享的。一般而言，外国人有中国人来什么？有没有在场的外国人？哦，在场的外国人，在场谁是外国人呢？好像要问胡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你，就是你今天在哪个地方讲这个问题。就是譬如说我刚刚，因为我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我去邮局那边问那个储蓄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小姐就会问我说啊，所以你是外国人，然后我想一下告诉她说我没有中华民国国籍，就这样。那请问那个小姐听懂你的意思吗？她的他说啊，所以你是哪国人？OK， 这个例子非常好，谢谢。还有没有？我前段时间去参加淡江大学物理所他们在办一个两岸的一个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去拜会了民进党的总部。那当时我向那个民进党的长官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请问我是哪国人？然后我们现场所有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都在问他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答案是你们是特殊的外国人，你们也是特殊的本国人。然后，于是我就回答他，就感谢您还把我当外国人看待。那你是哪里来的？我是大陆学生。大陆学生。那你觉得你是哪里人？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
那你来到台湾觉得没有趣，就人家开始把你变成外国人了。就会有一个人会这样看，然后可能我对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我讲台语，他们会说啊，不是很像。哦，因为你会讲台语，你是？我是闽南，闽南人。所以你比我更好，因为我连这个装都装不出来。对，所以说比如说像在台湾的话，它会有北部、中部和南部这样的差别。那你要在北部的话，北部可能更多是外省家庭，那就是中南部可能会更多是比较传统的台湾。那比如说像我在南部如果讲台语的话，他会说，哎，你不是本地人，说这样我北部。那我要在北部讲台语，他说你不是本地人，那我说不对，我不是本地人。所以有趣，像这位。这位同学可能应该也有这个身份混淆的问题，然后郭老师。那我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不是说受过特殊教育，他们看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哪怕哪里来的，香港的、台湾的。那能不能问一下，美国人一般对于所谓的中国人什么样的印象？就是这个中国人是这个，他们有什么特点？是这个会读书，就是，而且会读书第一个。第二也是读书的，而且这个甚至于这个，就是我住加州的地方，我那个时候住二湾的时候，那个二湾有最好的中学叫 University， 那个地方住过那个中国学生，很多白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别的中学去。而且，就是我的大学教授，我会像这个地方，高贵的一个教授，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开，就本来是最贵的。Bag, I want to buy this bag, and I go, how much
So I go check it out, my friend, how much? He goes, $35. How about 30? And Chinese people will never tell you no. They'll tell you no, the longest no you've ever heard in your life. Like you just said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they've ever heard in their life. I'll give you 30. No. No. I can't do $30. I tell you $30, today you come tomorrow, I'll close down. I'm like, all right, well then give me a deal on the purse, man. I don't want to pay $35. Okay, one second. I talked to my wife. One second. Thank you. I'm like, okay, you seem like a nice guy. I give you best price. $34.50. I'm like, that's 50 cents, man. You go, 50 cents on all the money. You save 50 cents here, then maybe you go somewhere else, you save another 50 cents. Then you have $1. Then you take your dollar, you go to the dollar store, you buy something else. Okay, 可能有朋友在这边看过。那么，其实他这个反映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外国人对于中国这个语言这个 accent， 对不对？那么因为大部分在现在就是传统来讲，很多的是可能是广东或者是在过去跟他们讲广东话，而且像他刚刚模仿的非常的精确啊，就是这是对外国人耳濡目染听到中国人的 accent。还有就是中国人对于钱这个算非常的清楚。那么其实我觉得在看这个东西，我不要讲说在北美哈，我跟你今天到北美，今天是我们去吵架，对对对，还好像还是这样讨价还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当然是其中的对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个 stereotype， 我们不能说是以偏概全说是所有的国外的人是这样子看中国，因为像刚刚胡老师讲的，其实因为现在有新兴的这个留学生，然后很多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或者高端人才过去，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也在改变。那么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各位听众，你们的眼里面的外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觉得一般台湾人他想到听到外国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想到的一些对象是什么？会是像刚刚这位同学吗？就刚才老师问这个问题吧，我之前有。就我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来的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遇见台北》，那就概述一下我来台湾之后一两个月里面的感受。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幅图画，它写的是台湾人眼中的世界。对啊，那基本上像就是比如说像美国，他会说啊那个是跟我们很好的国家。那大陆的话是黑心美术产业。那个日本呢，就是日本就是说啊不好不坏，但是 A 片出很低。然后那个加国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加拿大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是最多的中国人看就是台湾人去的地方，留学的地方。那非洲呢，就是说啊，妈常常就说你不好好吃饭，送你去非洲。对，然后就是那个英国呢，就是那边就是马术或者说其他的，然后其他没有。然后俄国就是一片就是寒冷的地方，然后就是跟我们关系不好，然后其他就是没有感觉。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以台湾地区出发，我觉得我之前我也问过我台湾同学，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说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概念在里面。你有问过台湾人对大陆或对中国这种？就是对大陆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中共这样，对，就是这句话，中共，对岸中共，对岸中共，对。但是我们过来之后，我们跟台湾人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首先跟他传输一个概念，就是说对岸不等于中共，对啊，对岸不等于中共，一定要划等号。划等号之后，我们就觉得所有的大陆学生都是共匪。谢谢。所以对他凸显就是说，好像任何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哪一个民族，你在看别人的时候，很难不沦于这个 stereotype， 对不对？就可能刻板印象。那么当然，比如说我在讲那，我现在人住在香港，我才到了四个月。但是在香港，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刚刚提到，比如说他的居民证，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国籍，你只要今天有合法的工作签证，他就给你一个居民证。然后我觉得在很多部分，当然永久居民他们可能享受的权利是更好的，但是在除此之外，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它因为像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跟生活的三到四年，我永远是有一个 alien registration card， 它就是一个外国人登陆证等等。它但是英文是翻成 alien。好像我是外星人，对，我也是嘛。但是香港它这个思维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在香港，也有这一批的外国人，是长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人呢，就连个都有呢样嘢系 common 嘅，但系身上冇咯。原来香港咧啲警察见到我咧，就以为我系呢个恐怖分子啊呢样咧。但佢又唔係好理佢，佢好大聲啊 ！You， 阿迪卡，我叫 Rebecca 阿叔，諧音係 Rebecca 阿叔，或者簡單啲叫我做阿 B。如果你淨係聽我把聲，唔睇樣，一定會以為我係地道中國人。我最中意就係做棟篤笑，亦想透過呢類表演，俾更多人了解住喺香港嘅印度人。我自己我好中意香港。因為我在香港有個 main benefit， 但我的 language benefit 咯，我識講中文，識講英文咧，咁幫咗我好多。即係你之前嘅大家咧，嗰度嗰啲人講英文咧，其實講真，我都唔識聽嘅。即係佢點講，佢都咁，佢咁樣咁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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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入到去，咁我啲印度文又唔係咁好咧，咁我唯有同佢講中文，即係兩個印度人一齊嗌講中文，已經夠曬煩嘅啦呢個。跟住我哋傾緊偈，佢就問咗：先生，你想係邊噶？跟住我就望住佢，因為我有啲嗰啲卡片咧，你之前嘅啦，咁你要派卡片俾人嘅。跟住張卡片我就問佢話：我想去叫咖喱王啊！跟住佢就望咗：先生，呢度間間都叫咖喱王嘅，知唔知？好多分嘅。OK 。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提这个问题啊，你眼里的外国人是什么样？特别我觉得在亚洲，我们都会觉得，比如说外国人应该就不是黄皮肤黑头发等等等等。那像比如说就，像我想问一下，施佩，你如果真的闭眼睛听他广东话，你听得出来他是外国人吗？所以他真的就是非常道地的广东话。对，那么他在香港现在非常的红，因为他也是在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stand up comedy， 就是他是用一个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警醒大家说，我们在看。本地人或者是外国人的身上非常非常的流利，特别是比如香港这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我想今天其实这个就是，或许我今天这个报告不会像胡老师有这么强大的这个 theoretical framework 这个理论性的基础，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从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去总结做一些些的一些可以，或者这可能是我将来研究的一个理论的依据，就是说。很多人会讲说有一个在英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句子叫做 Strangers in the culture only see what they know， 比如说这条鱼，对，这个图片很明显的指出来说，当每个鱼都长得一样的时候，你很快会被人家看出来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你也很清楚说你看到的东西，你其实是透过你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来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讲说，这个话是我自己想的，就是说 Those from the same culture also do not see what the strangers see。Okay， 所以其实两边都会有他的盲点。一个 stranger 他刚到一个文化的时候，一个 外面人到了一个本国的时候，他只能用他熟悉的这个眼光或他的视角来审查他这个新的一个文化。但是同样的，在这个一个同一个单一文化生活久的人，他很难去理解到说外面进来人能够看到什么。那比如说我接下来要让大家看两个图片，我只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那么五秒钟之后我会把它翻回去，那么请你告诉你看到什么。OK。好，开始了，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好，请大家看到什么？看到对面两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看到别人，好，然后那个两个都看到的是，这个怎么？黑的部分好像是两个人面对面，然后中间是白人。好，那我再看下一张。大家看到了小丑，看到小丑的情景是你看到印度人，是不是看到印度人？OK， that's fine。印度的小丑，还没人看到别的东西。
有看到 Victorian，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传统贵族的主题，有看到的举手，没有看到的举手。其实这个就比较难了，我再让你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但是你如果以全部来看，会觉得这是一个小丑的脸，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等等。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都是这种很简单的心理测验。那其实我觉得讲到画画也是，就是说，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的都是同一个 reality， 同一个 view， 但是其实你看到有不同的 reality。那有些人很快可以看到那个小丑的脸，有些人他怎么看，他就先看到那个 Victoria Ladies，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你有不同的优越、不同的自己之下，你会先 spot on， 你会先看到什么东西，他会给你什么样最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跨界的时候最有趣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很多人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可能一个新进来的一个人，他一下子就看到了。OK， 换句话说。我想接下来我做的引入报告，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说，我们到底如何来界定谁是本国人，谁是外国人。像左边这张照片呢，我想应该很多人知道，就是当初像日本锁国时代结束开国的时候，他们画的那 Commodore Perry， 对不对？美国的这个 Perry 他来到要求日本要开港。那么这个是一个亚洲人眼里面的外国人，可能鼻子很大啦，眉毛很粗啦，然后这个可能显得老态臃肿还是怎么样。那么右边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常常在清末民初时代很多外国人他们来描绘中国人的一个样子。像在国外的这个，你可以讲说 early 这个 movie industry 有这个 Fu Manchu， 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evil Chinese person， 很多时候就是来自这样子的一个 stereotype。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今天其实很有意思，我之前教这门课，我在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第一次是在上海交大教过，所以我教的学生全部都是大陆学生。 OK， 那我现在在香港教，我这个学期教我把它变成一个 graduate seminar。 那很有意思是我来了八个同学，其中一半是大陆学生，一半是所谓的国际学生。我有一位印度学生，一位俄国学生，一位德国学生，跟一个泰国学生。 OK， 所以我两次在讲这个主题的这个其实经验跟过程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大陆跟大陆学生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更多的时候是我要他去思考你怎么样来定义什么是中国人。 OK， 比如说我身为一个，我刚刚提到我在大陆的时候人家怎么看我，他觉得你是一个台湾人还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你是个双重身份。那么你一个台湾人的身份，你为什么来讲 China Studies？ OK， 有的时候可能在最开始人家甚至对你的身份产生了一点点的质疑。但是今天在香港，在一个更国际性的一个学校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就很有趣了。我的一半的学生，因为他今天来到香港，他的想法可能他觉得说我要去接受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课程，所以他觉得这是国际化的课程，他不会来质疑说为什么你是来教 China Studies。 但是我另外一部分的学生，他们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概念跟印象，他们可能只去中国旅行过。所以我在教这门课的时候，我又必须跟他们做很多这个中国历史的一些补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可是我透过我那四个同学的眼光看到了很多新的一些观察。比如说他可能问我一个非常非常 basic 的事情，他说老师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共产党要打死中国来。那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像非常能够，就是我们平常读历史，我们华人非常理解的一个问题，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他再去解释一次。那么同时我在解释的当中，可能班上有四个大陆的同学，那我常常会用一个调侃的方式说，我小时候接受的党国教育告诉我是这个，那么请问大陆同学你们那边怎么说的。然后我们这两边在这边讨论的过程当中，再告诉完全对中国历史见得不了解的外国人再去讲，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可能很多同学都看过的，这个是政大每年会公布的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说台湾民众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认同的一个趋势分布。那我们看得很明显，这个是好像是2011年，算是非常非常新的。其实以现在来讲，绿色的表示是台湾人嘛，是这个分数是最高的，然后都是就是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其实占38.5%。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只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非常低，无反应也非常低，但是我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百分之多少，就是二的一个比例。 OK， 那现在在香港当然他们也在做很多的民调，特别是去年这个反国教的这个运动的关系，现在比如说很多香港人他对他可能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香港人的这个身份，然后都是可能是比较下降的。那么在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在场的，等于今天我是把这个主题再带到台湾的这个领域里面来，比如说现在的台湾大家是怎么来界定谁是中国人啊？我真的是离开台湾有点久了，所以很想听大家的意见。大家觉得现在台湾对于中国人这个概念也在改变吗？还是已经有定论？慧玲，哦，好吧好吧，我可以再看我的作业。大家觉得对啊，对于这个中文怎么定义？根据我的经验的话是看口音。哦，看口音啊？对。那我这个口音怎么办？好像有点问题这样。yes， 回到我刚刚一开头的一个问题。好，还有没有？台湾现在对于中国人的定义有没有定论？台湾又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中国，或看中国人这个词？一个。来的时候是有经过一种讲法，就是说文化上的中国和政治上的中国，是文化上的中国和那个政治上的中国。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文化上的中国。就刚才为什么就说我说，就像我跟我同学，我们也有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就是外国人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大声的说出我们是中国人，但是他有他的中国，我有我的中国，他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我们比较认定的是文化上的中国，在政治上的中国，我们觉得这个是政治家他们所搞出来的游戏。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大声说大声的说出自己是中国人就 OK 了。那至于是什么中国，我觉得这不需要太 care。就是据你在台湾的经验，你觉得很多的台湾学生会跟你很大声的说他是中国人？那这个肯定不会。那比如说像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也会很大声说我是中国人，绝对不会这样讲。对啊，我会说。比如说一个北京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福建人，那就是我是福建人，我是泉州人，或者说我是中国人，这三个在我看来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冲突。那这很有意思，因为这句换句话说你是面对谁在讲这句话，对不 对？那比如说，那我很好奇啊，今天台湾人出国了，他面对非华人，现在台湾人一般会怎么自我介绍？ Hi， my name is， 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I came from Taiwan， 对不对？有多少会说 Hi， my name is May， I'm Chinese？ 没有哈，我自己都不这样讲，我就说哦，我是 No， my name is May， I came from Taiwan， or I'm originally from Taiwan， 对不对？ Hong Kong。 然后人家说哦， Are you Chinese？ 我就会说I'm from Taiwan。 为什么？因为有点尴尬，因为他在讲说 Are you Chinese 的时候，我不太清楚他讲的是 political Chinese 还是 cultural Chinese。那我也不想去细问，我就说 I'm from Taiwan。那其实我是间接告诉你说，在我的心目中，两者有一点区别，有一点区别的。那我不想，那么在场的各位就是老师或同学们，你们会怎么介绍？自我介绍？有多少会说 I'm Taiwanese 的？请举手。有多少人会说 I'm Chinese 的？OK， 有多少人说 I'm from Taiwan？ 那人家如果回问你说 Are you Chinese？ 你会点头吗 ？Hell no！ 慧玲，你呢？我为这事情跟我同学吵过架。外国人跟外国同学吵过架。那你人家如果说 Are you Chinese？ 你就说。那你会一开始就说台湾的意思吗？一开始不会，一开始没有触碰到这个问题。不过但是，到后来其实我的同学们都会，有美国人问说，是台湾的意思，然后我的中国同学说，不是台湾的意思，很多的。我帮你看。有同学问我，我说我是台湾的意思。男生要多吃一点，快点。我是台湾的意思吗？我在问他说，还有一个人。啊？我问你会这样问他？那他听得懂你在问什么吗？他就笑是不是？然后呢，就结束了。然后就没这个朋友了。OK， 所以很有趣对。那么我觉得，像我刚刚，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我想自己也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说我今天要在台湾再把这一堂课重新教一次的话，我可能甚至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的这个大纲，我的教学大纲里面，是不是甚至要加入一个香港人的视野，一个台湾人的视野，或者可能是新加坡的？因为我本来的课的标题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嘛。但是像刚刚这样子一轮听下来，就是说台湾中国，或者香港中国，或者澳门中国等等等等，到底谁是所谓的外国人，谁是所谓的中国？ OK， 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呢，这个东西我想跟大家这样讨论非常有意思。我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说课里面我是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的教学大纲是怎么样来设计。我其实回到思考这个主题的这个初衷，也是因为在我个人自己在中国大陆住了几年，我就发现到说大陆的一些同学，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概念还是非常的强烈，就是他们很自然的觉得有一种所谓的文化或政治上的正统性。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常常觉得我的正统性会受到威胁或者是质疑。对，所以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帮助那边的学生打开另外一种思维？ OK， 我要怎么样告诉他说，虽然我从小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啊等等等等等等，可能跟你们有所不同，但是那不代表说我的协议里面、文化思维里面没有对于中国的认知或者是某部分的认同。那么同样，我们再把思维再打开一点，就是说，除了华人，除了这种黄皮肤黑头发的所谓华人之外，有没有其他一类的外国人？其实在过去，就是中国这个从可能今天讲到现代性啊，中国这个迈入的比较现代国家的领域，就是我们比如说从1911年开始算起，我们中国成为一个 modern republic， 对不对？外国人他们怎么来看中国？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怎么也来跟中国人一起去思考这个中国的这个身份认同、中国的文化？还有中国在新旧交替之间，中国人这些挣扎。那么，第一位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这个第十啊，我想很多人知道，就是这个 Reginald Johnston， 他是当年溥仪对不对？他的一个 English tutor， 那么他等于是唯一一个外国人，所谓的外国人，被给予这个第十的这个称号。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他的这个 bio 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他在中国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他变成溥仪的这个老师之前，他其实已经是因为英国的关系，他在威海卫待了很久。然后后来回到国内，1930年代他回到了国内的时候，他在这个 SOAS， 对不对？在牛津大学 SOAS， 他当做这个汉学教授。那么据说呢，他晚年他在这个 Scotland 买了一个小岛。那么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可能他个人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对于溥仪的一个情感，他其实是非常支持这个大清帝国的。他甚至在自己的庭院里面升起了满中国的国旗，他主张扶贫大清等等等等。所以在某一方面，这位英国老先生其实可能比当时的中国人更所谓的中国或更所谓的传统，对不对？那么像他这个，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Twilight and Forbidden City》。那我今天是会比较用文本的方式，就是我会挑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moments 跟大家来分享说，我觉得他们看到的东西，到底他们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的东西，对我们所谓的华人或者是中国台湾人来讲，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共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他在《Twilight and Forbidden City》里面，我觉得他其实讲的最精彩的，很多时候讲的是对于内务府的一个描述。那比如他会很诚恳，他讲到说，有很多人认为说清朝之所以会腐败，他最后会灭亡，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元素。比如说他说什么，他说有很多人是怪慈禧太后啦，很多人是怪这个什么外强的侵略等等等等。但是他分享的是说，他在中国从1919年到1930年担任溥仪的这个老师，他所看到跟观察到的这个清廷给了他的一个结论是，他说 The conclusion I came to after I had an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of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from within was that the most serious factor of all had been a gradual tightening of the stranglehold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就是所谓的内务府，那是英文的翻译嘛， which I've already likened to be a vampire draining the lifeblood of the dynasty。他一针见血地讲出内务府才是造成清廷这个腐败跟最后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比如说他就会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就开始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内务府里面特别是太监掌有了这么大的实权。他就开始去研究中国人的一个思维，那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就是太监门不好，太监门的不好他是怎么样，他是一步一步慢慢才掌怎么掌握实权。他说中国人有个传统，比如说他说这个满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Manchu Princes， 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财产管给一个叫做管事的人，管事的，对不对？那这个管事的 who employed its own staff had complete control over the lord's financial transaction and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had any accurate knowledge of his income expenditure。那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了很诚实，那你当然运气非常好了。但是就算他说 even among the honest men of the 管事的 there is a squeeze system。那这个 squeeze system 是什么呢？就是呢他要 make sure 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们呢都能够有这个铁饭碗，对不对？他说 every prosperous office holder to provide the rice bowls for his less affluent relations was responsible for a ruinous system under which 10 men就20 men salary for doing the work of one。 OK， 大家都在笑嘛，啊，非常有意思，对不对？然后他有讲到说还讲到另外一部分，就是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你做老板，你为什么不去管你底下管事的人？哎，他又讲到，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里面有个东西叫做面子 ，OK。他说有一些老板他哎，对他可能他有点怀疑到说他底下管事的其实手脚不干净，对不对？但是呢，他说 the steward， 我们从中间看 ，the steward for his part made it a point of honor。Faith would be a better word to never fail his lord in the honor of financial need。 只要老板说我要对不起我现在要给你拿钱了，你这个钱给我提供出来，我就不去管你这个钱的出处是哪里。 The money required was always forthcoming and the prince neither asked nor expected to be told where it came from。 那他就讲到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一个面子，一个权势，一个地位的一个思维，造成说底下管事的人很多就是到最后就是太监，他们就被给予了更多的权利，然后等等等等等等，造成了这个清廷和皇室他的一个衰落，一个败坏。那么其实这本书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很有名的末代皇帝电影的一个原型。那有多少，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电影吧，对不对？那我就放一段很快，就放一段很有趣的。他像比如说讲到这个，就是讲到 Johnson 他怎么来看这个清廷里面很多的东西，然后怎么样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的改变。比如讲到说溥仪他配眼镜了，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例子。Spectacles, I will resign. Unfortunately, our decision is final. And unfortunately, what I have to say will be published in every newspaper in China.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Mr. Johnson? The Emperor has been a prisoner in his own palace since the day that he was crowned and has remained a prisoner since he abdicated. But now he's going out. Why is the only person in China who may not walk out of his own front door? I think the Emperor is the loneliest boy on earth. It would be conveniently sad if he becomes blind. Blind? Mr. Johnson? To the expense, Your Excellency. To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1,200 eunuchs, 350 ladies in waiting, and 185 cooks. To buy 150 silver furs a month and 3,000 chickens a week.
to the fact that 840 guards and employees of the household department plus one Lord Chamberlain care only about one thing, filling their own rice bowls. You are very good at accounts, Mr. Johnston. The Emperor may have had it, but it's still a symbol of great importance, a symbol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any people. If I did not agree to that, I would not be here. And some of us believe that one day soon, maybe more than a symbol. The spectacles are needed.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Mr. Johnston? Just a spectacle. 最后两句就很有意思，他就说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Johnson?" Just a spectacle, right? 我觉得他就是其实描绘说，在中国人思维里面，你这么坚持要你，其实是不是需要我们给你一些什么好处呢？那这样子我们在底下私底下就是解决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已经要说 "No," 我只是希望这个皇上能够戴上眼镜，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比如说这样，他是一个。一个很有趣，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对于内务府里面的很多的观察，他讲出了很多人不敢讲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一个小说家的观察，那么这个我想小说家赛珍珠大家不应该都很熟悉，虽然是很久远以前的一部小说，但是在西方世界里面，很多人称说赛珍珠的大帝是第一个把中国的一个特别是辛苦农民的这个印象跟这个乡村的农村的一个生活介绍给西方世界。那么很多人讲说赛珍珠他对于他的小说就是有高有低，很多人说他是用外国人眼光来看中国，他是用英文来做创作，一个用英文来做创作人怎么能够很深刻的描绘中国农村里面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仔细看他的背景的话，其实赛珍珠他是从小在江苏他是在美国出生，他三个月的时候就襁褓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江苏的浙江，他是来自于父亲是来自一个 missionary family。那么据说他是先学了汉语，先学了中国戏，他从小是跟中国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后来才学了英语。他后来成人之后，他比如说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安徽，他结了婚，他回到了安徽，他后来在金陵大学任教，等等等等。他到三零年代写，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跨界跨文化很多的主题，他叫 Eastwood Westwood。然后在三一年的时候，他出了这个大帝，很快就得了这个名字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甚至后来的人生，他做了很多这个慈善机构，做了这个 foundation 的成立，都是在注重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混血的小孩子的一种抚养或者是 adoption agency。那在大地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虽然是英文来写的东西，但是他写出了一些中国很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是会让我们会心一笑的。比如说他就好像 Johnson 在描绘这个内务府里面太监的很多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描绘的用一个农民的一个眼光来看，当这个王龙他这个 男主人公他要去娶这个欧兰的时候，他碰到了这个 gateman 这个守卫的这个门卫，就给他了很多的刁难，基本上就是公然的这个勒索，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就是他的中间的一个 passage， 比如说这个 gatekeeper 他会说 a little silver is a good key， 他其实是公然的一个勒索。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王龙他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淳朴很可爱的一个农民，他甚至很乖乖的，他把他所有的钱给他看，比如说他一个 silver piece 他有14个 copper pence， 然后呢当然这个守门的他就马上就说那我要 take the silver， 然后就说哦 the bridegroom has come， right？ 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他后来很好，他后来千千万万把这个欧兰接回家的时候，他们在回家的路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他们的一个很简单很安静的一个有点像是个 wedding ceremony， 像是结婚的仪式。他们透过了什么？透过了当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土地公庙，土地公土地婆庙，然后他用非常细腻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他就说因为他们都是很穷的农民，他们说在这个路边有个小小小小的矮庙，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王龙的爸爸会买这个 red paper， 用红色的纸切成这个小小的这个样子，把它贴在这个土地公土地婆身上。但是过了一年之后，要等到下一年再换新的之前，因为风雨的一些
就是阳光的曝晒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会变得非常的残破。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非常 humble 的拿出了一小炷香，然后在那个面前点一个炷香，然后很安静的慢慢慢慢的看着这个香烧熄灭。然后在这个时候，赛珍珠提到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moment of wedding ceremony。Okay, together this man and woman stood before the gods of the field. The woman watched the ends of the incense burn and turn gray, 然后把它熄灭掉。然后他就说，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因为他们是刚认识的嘛，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arranged marriage。他说 she looked, 他不太晓得这样这个动作是不是好，但是他就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新婚的这个丈夫王某。他说 there was something he liked in her movement. It was though she felt the incense belonged to them both. It was a moment of marriage. 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一个婚礼。然后呢，他们做什么？然后 they stood there in complete silence, side by side, while the incense smoldered into ashes, and then the sun was sinking. 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很简单的一个结婚仪式就结束了。然后其实大力这个小说后来因为出来之后在美国非常的畅销，那么也出了一个电影的版本，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像其中它的是一个黑白的电影，那么在当年的好莱坞上当然是不能够容许华人的演员来刻画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找了白人的演员，然后比如说用胶带把这个贴的很细啊，然后把眼睛，然后把脸涂得黑黑的，就黄黄的。那但是其中就有讲到这个 wedding 的部分，它也是很细腻的描绘到说何为传统中国女人的这个责任跟义务。比如说这个是刚刚这个很快的 wedding ceremony 结束，他们回到家之后，王龙就请了这个农村里面的一些亲朋好友过来，然后他们有一个 wedding 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式，这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他说 she spoke Chinese before she learned English, and her friends were the children of Chinese farmers. She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she was Chinese herself until she was 8 years old. 那个时候是他的家里面面对的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个 Boxer Rebellion, 他们有一个逃难的经验，但是到那个一直到那个八岁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的孩子。他甚至在他1938年他得到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的整个这个 Nobel Lecture 讲的就是 Chinese novel, 他怎么跟外国人来描述中国小说的传统，其实跟我们今天题目有一些这个关联。他就讲到说，其实对他来讲，他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很多的这个感触跟笔触，跟他很多的这个description 其实是来自中国小说的传统。他说 ，It is the Chinese, not the American novel, which has shaped my own efforts of writing. My earliest knowledge of story, of how to tell and write stories, came to me in China. Okay, and yet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to speak freely o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novel for reasons that were personal.
There's another reason why I feel that I may properly do so. It is that I believe the Chinese novel has an illumination for the Western novel and for the Western novelist. 然后之后他就很长的一个 lecture， 他就讲到比如说这个文言文白话的传统，然后这个思想什么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是回应了像今天胡老师提到的，就是他觉得说不应该说是外国的这个小说传统来好像给予了或养成了这个中国小说的精神，他认为可以是相反的。然后在这个 Nobel Lecture 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一个比较。那这是1930年代我们看到的一个小说家，一个美国的小说家的观察。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到了40年代，可能有一些对，我想对于这个战地记者，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的是 Edward Snow， 对不对？那么他描写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叫做《Red Star Over China》。他这本书是在1937年出版，其实就是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的这个前后出版的。那么他等于是，不要说是用西方的眼光，甚至是在当时 existing 的这个 literature 里面，已经是第一部能够非常详尽的，他深入到了红军的这个陕北的这个地方，然后去亲自访问的像诸葛、像彭德怀、像毛泽东等等这些中共红军领导人，把他写出来。那么他在那之前，他已经到他1928年就来到了中国，然后一直担任这个记者的一个身份。他1937年在燕京大学做了这个讲师，然后后来当然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中国的这个红军领导人都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后来60年、70年他也有持续不断的反华。那么后来他病逝日内瓦的时候，甚至他的这个部分的骨灰是葬在现在的北大的这个湖畔。那么在《红星照耀中国》里面，其实他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因为他是外国人身份，他可以脱离这个国共两党之间的这个纠纷，他可以用一个比较你可以说是中立，就是他在起码进入到他开始这个 project 之前，他给了自己很多的问题。比如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OK， 共产党说他们是 fighting for the great revolution， 然后呢南京政府呢说这些红军呢他们是共匪，对不对？他们是 vandals， 他们是 intellectual bandits， 他们到底谁是正确的，还是说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他问了，还问了一些问题，他说 What were the communists like? Who were the warriors who fought? Why did they fight so long, so fiercely, so courageously? Who are the leaders? Okay, were they educated men or were they not? 毛泽东是谁？为什么南京政府叫他是这个 number one red bandit? Okay, 他说甚至是他说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甚至有些宣传说毛泽东已经死了，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还有他还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么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或者共产党的一个军人，他到底是长什么，他是什么样子的？ Why did the peasant support it? Why hadn't the Red Army taken the big cities? Did it prove that it was a genuine proletarian movement but fundamentally remained a peasant rebellion? 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甚至外历史学家都在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进去之前，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想要去回答。他说 How did the Reds, right? 这些红军他们穿什么？他们吃什么？他们玩什么？他们怎么样想象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工作？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承认，他说 ，For some time, it had seemed ridiculous that not a single non-communist observer could answer those questions with confidence, accuracy, or facts based on personal investigation. 所以他就给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使命，他进去。那么当然，很多人后来会讲说，他进去之后到底看到的东西有多少是宣传？有多少是个人的一个观察。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你仔细去看他的这个文本里面，他有很多的时候他是好像是一个记者一样，他描述说，比如 他会描写在这个延安的这个地方，他们为了要训练他们的士兵，要征服他们的这个士气，他们有叫做 London Club。 London Club 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康乐活动中心一样，他是比如康乐活动中心里面，他们有 recreational value， 有 practical education， 他们怎么做，他就描绘得很详细。比如说海报，然后海报上，然后他们有这个，比如说今天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因为他是军队管理。然后他还讲到说，他们会玩游戏，什么样的游戏？比如说识字牌 ，OK， 他们在教这些农民、这些工人怎么去识字，他叫做 no characters cards。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思路。比如说我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他的牌上画的不是一般的扑克牌，而是什么 down with Japanese imperialism, down with the landlords, long slogan that change according. 这些他们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来培养
这些红军他们的这个 morale。 所以他最后他比如说他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他说 such will organize life the regular Red soldiers, not very exciting but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 propagandist tells。 他就开始在 debunk 这个之前可能国民政府他们给了很多印象，或者很多人对红军的一些刻板印象。那么还有像他讲到说政治思想学习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没有错，他身为一个记者，他想要站在一个中，他说他看到说很多的人他们在不停的在教导，然后他们在记录的一些东西和文字，他是 cruelly propagandist and the exaggeration of fact did not bother them in the least。 他说 it was self-prophesizing in a way，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训练 created a spiritual unity， OK，That courage and the readiness to die in a cause which we call morale。 那我想后来很多历史家会讲说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这个战，这他最后败在什么，或许就是这个 morale， 可能国民政府的军队没有这个 morale， 但是他在这边他看到红军的 morale 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能，当然后来也有很多人批评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他身为一个战地记者，他是不是应该维持更中立的立场，还是他让他的这个 emotions， 就是感染了他，能够更中立来看到这个事情？那这个当然是后面很多人在做的一个研究。但是在1968年，他这本书重新做一个出版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写过，他说 ，Much of the work is history seen from a partisan point of view。他很承认，他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功利、非常中立的一个观察 ，but it is still the history as lived by men and women who made it. Okay, it provided not only for Chinese readers but also for the entire Chinese people the first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first connected story of their long struggle to carry through the most thoroughly going social revolutions in China's three millennia of history. 那这个是他给他这本书的一个历史定位，所以他后来他又讲到说，在1968年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出来的时候，他在重新出版的时候，他决定说，我并不会去改变里面很多描绘的场景，我可能只是修改一些简单一些文法方面的错误，因为他希望让大家去看到说，在当时那个情境之下，那个共产党他那边的东西是多么样的感动人心，甚至是影响了他，让他变成了个 partisan 的一个观点。那么回到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讲快，就是，回到了现在现当代，其实不停，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观察非常有意思。像一个，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 Chinese American， 他叫做张孔科，我想很多人不陌生。其实他是来自一个台湾，就是他父母亲也是60、70年代出去留学出去，然后他等于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个所谓的 first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那么他在写了这个打工女孩 Factory Girls 这本书之前，他一直是驻华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s 的这个驻华的记者。那他的先生也非常有名 ，Peter Hessler 写了所谓的中国三部曲，对不对？这个 River Town、The Oracle Bones， 还有这个Country Road。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三本甲骨文现在中国是被禁掉的，因为它是跟历史有关。但是这个消失中的江城的寻路中国是有出版的。那么2008年的时候，他出了这个 Factory Girls。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的有名，或者是他提供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一个不同的面向呢？因为他提到说，首先他提到说，很多上一代的打工，上一代的农民工跟现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他说，比如说上一代的农民工呢，你离开家是迫不得已要离开，它是一个 consider very risky, very shameful 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女孩子要到外地去打工。他说，可是现在我们讲到现在，他自己本人到了东莞，他实地的像人类学家，然后他待了2到3年，然后去跟随着几个打工女孩去研究他们的故事。他说，现在的这个打工的这个农民工呢，他们是。其实他们非常积极的想要出去，他们 they accepted that to be a path to a better life. Okay, there's no longer any shame attached to migration. The shame now lies in staying home. 然后很有意思是说，像他在东莞，他观察到说，何谓中国现在所谓的成功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用1996年，他在东莞在那边观察，看到书店前面有一个人在有这个签书发表会。那这个人呢，他发表了一本书叫做《方圆》，方和圆 ，Square and Round。这个叫丁永志的这位先生，那么其实他本身自己，你要看他的这个生平简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迹，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成功了，他抓住了这个市场的口味。
他很清楚说今天在东莞这个地方我要卖书，不需要非常艰涩的一个语言，我就是要把非常简单的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化成是换作是可能小学或中学的一个阅读的 level， 然后让大家能够了解。他甚至自己讲说他下一本书，这位先生他下一本书是要去抄袭另外一些，他说中国其实现在 has no original ideas。他说他下一本书呢，他要去基本上综合了这个 Michael Porter 的这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但是用个浅显易懂语言把它写出来。他甚至承认说，对，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copying。然后张凤和他在看了这么东西之后，他讲到了一件事，他说我们如果不用一个道德批判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何为像中国的中国学？就是说 ，it's about who dares to do something that other people dare not。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ccessful people and failures is not the quality of their ideas or in the measure of their abilities, but in whatever they trust their own judgment and dare to take action. 然后他甚至有讲到说，他两到三年跟随的几个打工女孩，谁后来成功了，谁后来失败了。那么最重要不见得是他们能力的高低，而是可能他们有没有这个冒险的一个精神，他们是能够愿意尽量去争取下一个工作。那么，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放这个。TikTok， 但是它里面有讲到说，像张默他想要颠覆的一个概念是说，我们一般对农民工是感觉是个很苦难、很可怜、很受压迫，甚至可能是被这个西方世界、第一世界，所压迫的一个景象。但他说，其实我深入的去了解他们、去看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发现到说，他们跟其他很多国家的年轻人没有两样。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生活过得更好，钱赚的更多。有一个好的一个男朋友，然后一个好的婚姻，都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东西。他这本书里面，他希望把这个人性的东西回归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农工的这个族群里面，而不是用一个好像西方世界在压迫中国世界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个。他当然承认说，有很多的部分，他们的人权、他们的生活的状态、他们的生活的条件可以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但是他说他在东莞跟他们接触生活的三年当中，很少人会抱怨，更多人提到的是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们的梦想和未来的理想是什么。那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很快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其实回到了可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小说家，我们看到的这个溥仪他的这个老师，我们看到的记者，我们再看到一个政治家，其实就是 Henry Kissinger。他两年前出了他这个论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一开始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说他可能只是在讲很多外交方面的这个战略或者是策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在里面讲到更多的是对于中国人思维的一种探讨，透过他实务的一些经验。那么比如说很有意思的是，比如说他1971年就是尼克森访华之前，他等于是一个秘密使者被派到了中国，先跟周恩来总理要做很多的这个沟通。那么他就发现说他只有48小时，这个秘密行程他只有48个小时，然后他就发现说他非常着急，他说48小时之内我们是30几年没有相互中美之间没有沟通的两个国家，我们应该要做下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发现到说，我们的 Chinese host 呢给了他们一个 probably leisurely schedule， okay， as if they were in no particular hurry to conclude a substantial agreement。比如说48小时里面呢，他们安排了去这个紫禁城去游览4个小时，对他们来讲，这个时候游览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第二天晚上他们本来想跟周恩来总理见面，结果不能见面，周恩来总理见一个什么一个北韩的一个什么使者。So how do they just imagine if one allowed for 16 hours for 2 nights rest, there will be less than 24 hours left. Okay? The dialogue between like two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that had been at war, near war, and withou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ties for 20 years. 那这是一种很美国人的思维，觉得说我们要做下一个真的，我们要 bullet point 一样把这件事情谈好。可是中国人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说我们慢慢来，不要急。事情其实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他也描写到说好。等到真的1972年尼克森访华，然后跟毛泽东真的见面的时候，其实在尼克森抵达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见到毛主席。他说 there have been no appointments made， OK。 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到了几个小时，突然周总理把他叫了，反而说毛主席想要 invite， 就是想要邀请这个尼克森总统来见一面。
他就说 inviting is not a precise word for how meetings will not occur. Appointments were never scheduled. They came about as events of nature. They were echoes of emperors granting audiences. 他就回到说，这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帝王思想。你们是来进贡，你们是来朝贡的，我们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见面。他这，所以他虽然是在描述他当时一些观察，但是他其实在探讨是中国的这种思维。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比如说他谈到说，他们以为说跟毛泽东见面谈最多就是台湾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他们马上要签这个公报了。但是他就说，但他说他们跟谈台湾的这部分最多也就是到这个地步。比如说他说，毛泽东说 ，Our common old friend 就是蒋介石 doesn't approve Tomchitz the meeting. He calls his caucus bandits. He recently issued a speech. Have you seen it? 然后尼克森总统就说，蒋介石说毛主席您是一个匪共匪，一个匪囚好了。What does Chairman call Chiang Kai-shek?然后周恩来总理就赶快就是插入，他就说 ，Well, generally speaking, we call him the clique, and the newspaper sometimes we call him the bandit. We are also called bandits in return. Anyway, we abuse each other. 然后毛主席就说 ，Actually, the history of our friendship with him is much longer than the history of your friendship. Our friendship with him is much longer than your history with him. 然后整件事情就了了，然后没有对于台湾问题有任何仔细的一个琢磨。就 nothing， 然后他就发现说，在中国没有谈到的事情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大家都是绕着圈子在讲话，然后就是讲一些非常表面性的一些文章，然后他就讲说，所以他自己的一个反思就是说 ，no threats, no demands, no deadlines。Okay. After a war, two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136 个 deadlock like investor meetings, Taiwan issue lost its urgency. Okay.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很有意思，就是说，在1989年，因为天安门事件之后，同时在几个月之内发生了方励之事件。那么这个时候 ，Kissinger 他又到了中国，然后他跟这个邓小平 ，OK， 邓小平主席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个时候，因为中国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因为全球都在关注这个天安门事件事情，就方励之事件出来，所以他们在跟美国在交涉的时候。他这一段谈话，就是觉得他只是很平铺直叙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他背后描写的很多的，又是这个中国人的这种，你可以说是帝王思想，或者是一种威权式的一种统治思想。他是说 ，OK， 如果我们要释放张灵芝的话，请你叫他写悔过书，或者是他的这个忏悔书。然后 Kissinger 就说，我不认为我能做得到。他说，好吧，那方案二，方案二就是如果说我们放他走的话，那么请美国政府担保。方励之到了国外不会做出对中国有任何威胁或者是不好的一个言论 ，OK。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Kissinger 就说 ，Let me comment on the first proposal。他说，就算我们能够请方励之先生写这个东西，真正重要的不是他写下来写的，而是他出了这个国境之后他会说什么，对不对？然后他那时候他就给了邓小平一个很诚恳的一个建议，他说 ，The importance of releasing him is。As a symbol of the self-confidence of China, to contradict the caricatures that many of her opponents have made of China and the U.S. 但是邓小平好像没有听懂，他还是在执意讲他的方案二。他说 ：“No, 我还是要美国政府保证，或者是能够，就是说方励之出去就不会讲对中国任何不利的事情。”这个时候 ，Kissinger 就说 ：“I'm speaking to you as a friend， 就是我必须要很诚恳的跟你建议，跟你告诉你说。”美国人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的传统、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最后只能够担保，他就说 ，What might be possible is U.S. government agrees that U.S. government will make no use of Fong in any way。比如说，不会让他去上这个 Voice of America， 然后让他去讲这个中文不好。We could agree that he would not receive by the president or given official status by any U.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But beyond that， 他不能够有任何的承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文本里面都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回到来讲说谁是中国人的时候，华人社会里面我们会一直在想，一直在对谁是中国人，谁是华人，谁是华侨，谁是华裔，会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你可以说是 debate 或者是一些争论，甚至是我们在讲到说谁能够代表中国的时候，像比如说我特别用三个不同的字体。对，因为我们有繁体字啦，又有简体字啦，然后外国人是说 who represents China， 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错综复杂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像杜维明他的文化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可能是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开端，因为他想要远一个政治的中国，用一个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
来解释我们现在这些对于谁能代表中国的这个迷思。对，那文化中国里面他提到三种人士，比如说包括台湾、大陆、港澳、新加坡以华人或中国人为主里面，华人身份里面他的一些言论，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所谓 Chinese diaspora 散落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人社群，或者是包括比如说像今天胡老师这样子一个非常关键中国、非常关键台湾、非常关键华人世界的一个多元种族、各行各业的一个中国专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他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窗口，但是对于第三个世界，我们目前关注的够不够，或者是深不深入，我觉得是有待讨论的，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那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分享，就是我这两门课教了两次之后，我今年在香港的其中一位大陆学生，我们在做个 midterm paper， 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上了这门课，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来看 history， 这是我给他们的 midterm assignment。然后其中一个同学他是这样子跟我回应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反思。他说 there's a saying that goes， 他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是原封不动把它记录下来。There's a saying that goes， truth is the horizon of the sky， we can never get close to it。Sometimes even objective reporting cannot tell us the whole truth because we're human and not God. One obstacle comes from ourselves, we do not know how to place our personal emotions and positions. Another obstacle com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ecause there will be a variety of interferences either from the artificial or non-artificial power. Of course, the era of history that we study is also important. Foucault once said, what mattered most is not the era we talk about the era we talk.As a result, history is more like contemporary history, for it depends on how people want to interpret it to achieve their particular purposes. Therefore, as I realize that the truth may never be found, the meaning of truth is not so important at all, and what we should focus on is how to keep a clear mind and continue to look for the truth. 然后他还讲到说，他就讲到说他，因为我们在上课讲到这个 Johnston， 他就节选了其中一段，他就说，他就讲到说内务府他比如他讲到说 the maintenance of existing conditions might be adopted as a suitable inscription for the tomb of every deceased member of 内务府 but that however appropriate it might be to a dead past, it was utterly unfit to be applied to a living present. 然后这位学生他就讲说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笑了，他说 because Chinese have repeatedly been doing the same t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istory doesn't seem to change much.Personality development， 我想他在他的这个中文想应该是这个品格教育，或者是我们在大陆讲素拓，对素质教育和素质拓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as been commonly acknowledged worldwide as an important area to focus on in education, but when implemented in China, you would find that personality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and very weak. The rules to judge a person are too simple and too single-minded.And there are not enough diverse voices that can tolerate the other views. Mainland Chinese often fall into the so-called Stockholm syndrome. On one hand, they know that the social system is not reason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extremely dependent on this unreasonable system. 然后最后他结果就是 I think the studying history should avoid a firm stand on either side. Because once the stance is firm, the information will focus firmly on one side of the ideas and all those positions will be filtered out. I think I'm some sort of a cynic.But I would love to read anyth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那对我来讲，看到一个学生上了半个学期、一个学期，因为我不停的在用外国人眼光在看中国，他其实不见得都非常的同意我们看的所有文本里面对中国的观察，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另外一个视野的一个拓展。那我在想说，这个或许就是。我想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我也是一个教学的一个经验，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讨论，谢谢。谢谢尚明教授非常精彩而且有趣的这个举例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演讲。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先开放给在场的各位。提问，然后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提两三个问题。看有没有老师或同学想要提问题的，或者是说就是跟这样一个这种认同或是观点就是这种跨文化观点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吴老师，我有一个那个想这个。宗教跟这个看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了那个 Henry Smith 这个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是我们这个那个时候我在研究上的时候，这个书任何这个教书点都有，可是我就是不买，以后有点后悔，好便宜，五块钱一本，现在很贵，可是。我发现其实他一直我看了以后我很生气，因为他有550页，先540页骂，说中文不好，不好，不好。最后5页说，那中国人虽然不好，一旦承认耶稣基督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所以那个教徒可以这样的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战力。可是非教徒看这些东西完全忽略，最后不要，所以那个美国这个社会世俗化以后，现在是将美国世俗化一个不恰当啊，对不对？可是那个特别在肯塔基那个，可是那个以后他们就看那个前面的那个500页，不看后面，所以这个中文版是这个，所以。这个因为刘和讲的是那个鲁迅说的一个人，我不见得买单。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不见得是鲁迅看的，而且用的。可是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基督教徒可以有这个两个平行的看，非教徒没有这个，所以这个书到了最后变成怎么说？不能说危险。这个话我不想说，可是这个印象不好，因为忽略这个前面的这个语境，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外国人看中有中东的语境。我就很快速补充，因为我这边有意思，因为讲到这个 missionary， 因为非常多，特别是早期，甚至现在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确实是来自这个 missionary。但是比如像赛珍珠，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有点像是一个诗人的一个作家。那么像我们的课堂当中，我们也看了这个 John Lennon Stewart， 这个当时燕京大学的这个创始者。那么他也是站在一个 missionary 的一个角度，所以其实可以是有的时候，因为你是 missionary， 你会变得非常的反中国。你有可能因为你是 missionary， 你太爱中国了，你爱到你只看得到它好的，或者是你会极力的把你身的后劲。那我觉得过去20世纪，我们两个例子其实都有看到，都是看得到。所以下次我或许应该把那本把它再加入到我的教学大纲里面做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感谢啊，我觉得非常不单是研究方面好像，而且教学方面也可以做一个模范，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就是。非常有互动，而且很有意思，很生动。嗯，请问那个紫禁城的黄昏第一版是什么时候出版的？第一版我想一下，应该是30年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我想提的问题。你举的很多例子都是30年代的例子，有没有注意到？然后红星照耀中国大地，所以这30年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它的再版呢是68年，68年是什么时候？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说宗教和这个国义左翼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传教士他们左翼其实是一个世俗的传教士。对他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种宗教性的，这是我要讲的。我在那个左翼国际主义会讲一个话题，就是这里边的一种非常深刻的精神上的这种认同，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包括30年代，包括68年，包括这个里边的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就 clarify， 就是说，等于是说，站在一个宗教的角度，或者是一个左翼一个政治的角度，它同样都会使非常的对一个东西，对全身投入在里面。那这两个之间的比较可以再去了解，对，非常有意思，谢谢。然后那个，
我是历史系的研究生，这样今天很高兴能够听你的演讲，真的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你，就是说，教授如果说他像你讲，他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升旗的话，那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讨论是关于满洲国的？特别是后来溥仪在这个地方，他被扶持成一个这个傀儡政权，那他怎么样去评价满洲国？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您的这个教学设计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您看起来是不是透过某一种，他者的眼光，让学生都是让参与的人，他能够把他的这个熟悉的东西给陌生化，然后从中又得到一个新的观点。那，OK，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对于这个生动文化的认同，其实它往往都会跟历史记忆有关系。那所以在您这个上课的像这个教学的过程之中啊，我想我很好奇就是说，那当像您提到的有些同学，他慢慢的开注意到说有别的不同的想法，他可以想法之后，那他本身的历史记忆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那像您刚刚有提到说，您其实有遇到像大陆学生跟非大陆学生，他们其实对于比方说像国共的问题，他们的观察是不一样的。那之后会出现，经过这个课程一个学习之后，他可能会出现什么转变？这我很好奇，谢谢。好，这两个问题嘛，一个是这个门，当然我不是做庄子的一个历史学家研究，所以我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据我所知，就是他很有意思，因为像比如说末代皇帝，他里面有一段是张显要断回国了，然后他跟溥仪坐在这个车上，溥仪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Do you believe that a man can become an emperor again? And Johnson said yes, so certainly 还是一个，然后这件事就结束。那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也是代表了他对于满洲，不是满洲国，因为满洲国还没有成立，但是是对于这个大清的这个复辟，他是有一个非常执着的。但是很有意思，他虽然对内府充满了这个批判的这个意味，但是他在情感方面，同样就好像回到说宗教啦、左翼啦，他们这些长期在中国居留跟观察人，他们因为非常的产生了这个 emotional 的这个连接，所以造成说在政治方面，他们可能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是很独到的一些想法啊。那回到第二个问题更重要，就是说很有意思，对，就是回到说，比如说大陆同学，他们透过了这个他者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去从小去接受你受的一些教育，我觉得已经有一些在质疑或者是怀疑的种子在里面了，那可能这个过程是让他们去生根去发芽。就是说，就像回到我刚刚这个学生的 paper， 他其实就是他告诉我的，并不是说我现在一味的去相信外国人所描绘的，他甚至跟我讲说，在 paper 的前面他讲到说，我这个事情是越看越复杂，越看越混淆，越来越 confused， 但是我起码厘清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永远用一个眼光看一件事情，我只要能够把握这个重点的话，他就讲说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speak the truth， 我知道说我不要好像拘泥在一个版本的一个 truth 的话，这个就够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看到他们一些启发。还有就是说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可能我自己的身份的关系，我可以跟他们分享可能我的岛国教育啊，或者台湾这边的说法，所以当然我提供的是另外，所以除了外国所谓的这个非华人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视野之外，还有台湾的视野，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看到的反应都是还是算是比较正面的，可能偶尔有几个同学会说，老师我还在 struggle，就是我还是不晓得我怎么样能够跳脱，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他是可以跳出来的自己。然后他们就像我们其中也讲到 Jonathan Spence， 那像我会选这个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比如说我们讲到革命家 revolutionary 的时候，对面一定是毛泽东嘛，这边一定是孙中山嘛，对不对？但是 Jonathan Spence 恰恰他就不研究这两个人，他研究的是谁？他研究是康有为。其实是个你要讲以政治革命的一个角度来是失败的，对不对？他研究的是鲁迅，研究的 是丁宁。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文本，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不见得成功的才是值得被历史给记录的。虽然历史往往成王败寇记录的是成功的，但是其实，在那个混淆的，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很多人都是抱有了同样的想法跟热情跟决心，参与了这个大运动。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正视他们的事情？那我想这个东西给了他们一个提醒。好，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坊时间本来原定是40分要结束这一场，那我们休息到4点钟，但是因为我们刚才好像晚开始，所以我们看就是到45分休息嘛，然后到4点5分回来，那从4:45到4:05之间是休息时间，那茶点在外面已经准备好，那我们要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啊。谢谢邵老师这么精彩的演讲。你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啊，比方说他的巴卡或者是斯诺，或者是基辛格比较偏向于政治方面，还有没有您在您上课的课纲里面有没有教到，比方说这30年代法的，比方说 Bernard Russell 啊，或者是诗人W.H. Auden。